比特币是下一代人的房地产吗？根据 Coinbase 调查显示，每5个美国人就有1个持有加密货币。川普跟计划在选后建立比特币国家储备。2014年，华尔街推动比特币 ETF 通过，传统金融巨头纷纷布局区块链，并且推荐高资产顾客做投资配置。你是否听过比特币，却不知从何入手？这其实也是我们曾经的心声。赶快收听有5年加密货币交易经验的千万交易员主理的 Podcast 频道，让你轻松掌握市场动态，从入门知识到实战的投资策略。Apple Podcast 好评高达 4.8 颗星，立即搜寻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， 加入下一波财富列车。波导有艺术。嗨，今天报道有意思，访问是黄婉玲老师，大家叫伊台菜教母啊。婉玲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我其实叫台菜教母唔好啦，安尼哦，其实我是煮菜的啦，煮菜的，系啦，爱煮菜的人啦。啊，不过老师，其他那大家讲到台菜哈，都想到你哈，台菜唔是台湾菜，啊，台湾菜，即我讲的是38。以前的老台菜，好、我可能讲一句，怕拍死的，就是讲我的年纪不多啦，哈，年资长一点哈，大概无我年纪大哈，我拢细汉拢甲老伟做伙，然后我要过生前讲一句笑话，讲，妈看你一阵当初40岁，其实你已经100多岁啊嘞。因为你有带带灵魂是百外岁灵魂呐、老灵魂，系啊。所以讲，大家消息最主要是我，我的思念古早味，我感觉古早的菜是，都是吸引我的是，敢不知？你说不好煮，好、大挑战，一个是用油啊少，啊无啥调味，是看是不甲是不去弄弄出来味。像我弟弟过年买买一个老台菜的叫咸蛋四宝，为大味拢无可能调味料，但是喝败足简单哦。物件分量无足，无够好，就无好味啊。就失败啊。安尼，老师，因为我看你写这本册吼，就是被误解的老台菜了哈，老台菜哈。对。哦，我就心里想讲，我心肝内底。台湾菜吼，好、有人就简单讲锅渣味啦吼、我想有迄虾米货，我想的就是白菜咯吼、你真有写到吼、啊，更一个这鸡鸭地豆皮，好，电影下会做轰动嘞，好，迄个中破西来的，好，好，我知道，阮头家讲出来的呀，好，安尼，想诶，想讲吼，鸡鸭地豆皮，安尼吼，无起卡，啊，太来太去，哦。做做趣味，啊！叫做导演导演就讲，安尼有影，反正咱是演电影尔嘛，免认真啊，大家拢认真。哦，啊！不过老师，我看你咧写，老师你咧写这菜哈，像讲白菜肉啦，你冇写当阿咪哥芥菜丸哈。啊，甲当阿咪哥我来讲哈，即个看个人的修行啊啦。我写这中破西版的。玉兴导演300几块去赚3亿，哈、拍电影3亿，啊，有人看看，所以拢无感觉噶，一些都无赚赚到，了300块，哈、啊，这本册当阿比哥，你照爱做，你一样，一定好口味，我已经，其实我在在做工，我已经是无播啊啦，安那讲，我从来无播啊，因为你也想啦，哈、我安尼传传一根要10几档要20档啊，嘛是我感觉进步了有啦。我爱我比较唱歌跳舞，但是我会煮食，会教人，会写册，应该无输跳舞唱歌啦，大家不爱煮的人嘛，食着老台菜，其实我会当传的，无够100个。哦，安尼。啊，所以。要看我的书人，我也不是畅销书啊。但是你到尾后我无播，我就一部三两载，一本册
被误解老台菜，写足清清楚楚，连像每样主家阿伯必认真来学，就会成功。像咯，我咧目前要七十岁安尼，好，万一，做天使戏啊，哎，上天天堂，啊，大家会行啊，啊，不如写清清楚楚，啊，为了传这些菜，我十二冬无出国佚佗啊。哇，嗯。不如我七十岁时阵，我一定要去出国佚佗，所以我先写几啊本被误解老台菜。啊，有一百档后，你暂时都唔爱介意老台菜不要紧，但是一百档后，你想要学，你想要做，回头回来，嘛要做了。嗯嗯嗯，这是我的想法啦。哦，来这个婉玲老师讲要七十岁吼，阿袂啦，好阿袂，你看袂出来。为我四十岁了，我都不敢想我几岁啊！哦，哎，我做是有好无嘞？嗯嗯嗯，因为你看起来吼，这就少年嘞，是咪吃老台菜啊？吼，看起来都常常做台菜吃台菜，看起来就年轻漂亮。那我儿子做欢喜呢。我哎、欸，老师，我请教你哦，那讲吃台菜啊？吼，有当咱的想法就是较笼统，像我头拄仔讲锅渣米，吼。啊，想着想讲，我讲哦，白菜肉啦，吼，讲个鸡鸭滴肚皮已经是较进阶安尼啦，吼。哎，像讲咱台菜啊，老台菜有啥物特色哈、啊？老台菜的特色是安在，是用一句国语来讲啊，食而充饥，食而分离，最后来融洽。嗯，融合的是伊个最后的目标，但是伊是克食不干食不的震荡。哦。其实也做不简单，真正不简单。上但是要食有诶也无简单。小贝八宝丸最有名，吼，八百单啊。但是我甘愿回食团，是安怎？这苦我食袂落去啦，啊无趁钱吼，八单啊吼，啊袂趁，吼。尾仔我开旧年开课，学生恁来订出去哦，吼，后摆恁要食，互恁传出去。好，学生欢喜来上课，结果上啊三分之二，大家敢知？老师，我无爱上啊，你来做好无？是安那？小艰苦啊！哦，嗯，哎，结果买来来买的人，我现在下巴包完，讲完啦，包完啦，啊，狮子头，伊嘛是分袂清楚，啊，好食呢，但是靠得贵，你敢知啊？嗯，开八宝丸哈，嗯嗯。一届的工工作时间14点钟，我才这久。啊，胃头到尾巴嘛，爱用针的，针啊好粘性，吼、嗯。切菜一剁啊，一几粒，啊了，还来敲敲敲敲啊，这个料料，不未使只只一几碗出来，爱用背，背出来了，两只手来拍，拍好，这粘起来，料。面包屑，我一下吸起来，无就裂开啊！嗯，你还手污染着了裂开，啊！你用海里煮的时阵，一煎啊，哇，海多啊好，海里讲内底无汁。哦，你看啊，我一届就讲好特别来宾，嗯，这十斤就好，结果出来团员讲安怎？咱这样吃几人份呐？哦，我讲啊，无够吃一人份嘞，你讲安怎？卖做啊，刚好。哦，有感呢。嗯，所以食无嘛，食人好食呢，加再好食，唔知阿爸讲。嗯哼，讲偌贵。哎，婉玲老师，你咧讲者吼，讲因为咱做的是足高工诶，吼，每一个工序啦，吼，伊拢是安一时啊，看拢爱去考究。不过食诶人，伊可能是一嘴都落去嘛。鲁班鸭想想恐怖，鲁班鸭做三暝三日。好，出来，我咧讲，五分钟无去，规盘拢无去，你看无啊？完全看无啊？嗯，啊，这种情形，你咧传的时阵，你别想啥，想啊想咩啊，香酥鸭传出来，好，我爱在啊表演，规我就做炉啊，啥物啦，哈，规个员工传去啊，准备爱了20万箱啊，你在当天要价啊，好，啊，我想这样这几件，算算的，你唔知啊？八十，哦，啊，八十个人吃着我，我会互骂袂，嗯嗯，我连互骂啊，啊，其实老台菜就是高工啊，吼，嗯，我台菜宴，吼，三日前来开始动工啊呢，嗯，
你若无动炉动工，你做袂出来啦。所以讲豆台菜是啥物？磨人精。嗯哼。迄、叫做古早人吼，营养无代志，变变也吼，互现代人袂过要放生。嗯，因现代人无即个时间呐，无迄时间嘛，无迄营。嘿，啊，食都食都速成的啊。啊，你讲上古早炒一个青菜，我讲落去上简单的啦吼。迄个芦笋切切的了，红喜菇来切切的，吼，拢爱咧两撮火，啊咧拍蒜头，用袂使拍过头，啊剁剁的，吼用剁的了，来片蒜头了，芦笋落去，红喜菇落去，红肉酒落去，你想一罐要卖几？红肉酒一罐爱你也是呢，啊会好食咧，哼啊，阿伯会讲嘞，啊，较钱嘞，较了钱嘞。对，你啃米酒贵，啃红肉酒贵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几个差就侪呢。对啊，啊，但是好食甲歹食嘞。嗯，啊，无就臭头嘴，你要安怎？嘿，啊，安尼去叫做袂爱啊。嗯，哦，对不？所以讲，要传嘛，无遐简单呢。哎、欸，真正要传，要去煮的，爱一个工啦吼。哎、欸，食有嘛，爱训练吼。系啊，啊上食有啥物人，你敢知？啥物人？因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三四岁，啊袂污染着的吼。嘿、嗯。食多，我都免人讲，好讲是食滴食滴食。嗯。我注意着这個，哎、欸，迄囡仔食多袂骗啦，滴食滴食滴食。普通时，妈妈拢会讲，啊，普通时啊，都拢唔食咧。嗯。食有啦，哦，我主观意识啊，安尼，嘿，伊就是好食，伊就食啦，吼、哦，小朋友是，系啊，不过王林老师，因为你咧做，你家己为对这个台菜个老台菜，你就有使命感嘞，吼、哦，你讲伊哩讲传，不但是教安那煮，吼、哦，阿毛学生，哎、欸，你就搞工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尾也嘛讲啊，我归去啊，该写个足清楚，我该保留落来，吼、哦，有一工人。真正你有趣味来，你看啊，嘛一些啊嘛影片嘛哈。对。欸、老师，你喜欢那这个使命感才当着。那你讲老台菜，个花时间，个磨人精，那是一定要搞留落来。感情啊，感情啊。嗯。我老师傅一教我的时阵，我讲一句。对。搞工的不然要做啊。对。好。嗯。啊，我一世人改向一步啦。啊，外口卖吼，偷工减料吼，我做袂出来啦，啊，无法做啦，减见效，吼啊！但是阮社会拢歹经营啦，所以我二零二的时阵，因讲一句话：社会歹经营啦，晚年啊做潦倒，吼！我上几个老师傅转去啊，上啊了时阵，我暂时卖手机啥物仔，我手机种老师傅电话卡无一通会通，会通我嘛惊死。嗯，吓咧，吼！啊，但是我想，我思念伊，我无希望伊无去。嗯，伊若无去，伊若一旦讲伊一世人无存在，只是这社会的，变作一个过去，完全无的。那因讲的，叫我什么名拢无好。嗯，我一世人该通做这個，我的感情传出来。哦，嗯，爱传落去，谁不知？咱的祖先三顿拢爱食。嗯，当时但是拢无想一句，我说八年前是大家在移民，在过这乌水沟是足冒险的哦。来，我住个厝很大，大庙埕。嗯，吼，食还买到食嘛，也唔知。啊，来要拍拼了，有一间厝很大，有家人住，有一个太太来换家。这时阵，这材料拢是足。珍惜，明煮好水，明煮好精进，安怎让厝里人只好欢喜？这一个无去呀。一旦讲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，但是咱的魂无去呀，失去咱的根啊，失去咱的感情啊。咱无发现中，咱的感情是咱越南菜食，泰国菜食，韩国菜，咱新做泰国菜。泰国菜发明大量虾饼，吼，那比人泰国人较牛啊嘞，吼，咱台湾菜嘞，咱祖先嘞，你无回头来看，哎呀，咱无祖先，咱烧起来，根本根本就烧不过。我老师，因为你拢，你对就是中埔西嘞，学艺啦，吼，
啊，你嘛是够这个黄婉玲台菜高写哈，说菜做菜啊个尬菜哈，就是希望讲个台菜改团落去啊。好，我就认真教你，啊，恁的教会二，恁就会出师啊。哎，老师，我请教你，你家己安尼印象上深的一个大几味大菜啊，是啥物事？我印象上深的是盐腌肉，我是当下做一改良，因为伊爱中秋过了，有秋苦要有风凉来，他做一改，啊，一个卡口，的细细的皮卡吧，你捏捏捏把变规捏。慢慢慢建起来，啊！你有微血管一串流，啊！你也有了啊，生了了，用这纱布包起来，去生能力了下起来，哎呀，有了都靠靠的，全部靠我，我就叫做做做，真正靠我特别好快，好了还去吹十点钟，啊，油不加了，皮是 Q 的，尾巴是脆，二三八是滚的。哦，我一单都爱当卖五十粒，因为我全部训练来台。啊，明年要咧卖无，大家讲第一单做两百粒，大家险死，吼、哦，讲即会死啦，吼、哦嗯。第二单变一百粒，即季变五十粒，啊，明年咧，明年我剩十粒吧，因为愈做愈惊啊。这是搞工，大家还未搞诶，吼、哦，讲时间到要来做，大家开始讲，我最近忙小叮当，我最近爱食补。啊，无时间吼，啊死到了，啊，上面人做歹代志，我受气，二六，安尼。哦，哦，今麦后门是婉玲老师哈，婉玲老师对这个台菜的推广啊，其实老师唔敢教菜，伊后边有这个历史的脉络，哈，就会他都要讲这是，哈，人在中埔西因安那来，哈。故事，因为这些老大人拢安那，其实咱这样的人不够老啦，阿伯爱教老人讲话啦，吼、我咧行一撮路，做歹行，我感觉，我走去做心脏心电图，哈，运动心电图测验，确认我无心脏病，是安怎？我遐好遐老师傅弄啊，吼，弄心悸，吼，讲无话啦，我也在医生嘛讲，唔知你看你病点济。耳恭维啦，你别样恭维，那你别样跟人拌乱，别样拌乱，老师傅都别插你啊。对，我少年人就是拢看老人，啊，都分段还恭维，其实讲出来，伊智慧就传乎你，你给几十岁。对，好，来这个黄婉玲老师哈，耳珠彩，耳架彩哈，不过进前加中破塞的耳彩先。那么爱有讲话，咱会晓讲话，才能跟人交陪，吼，咱才能真心去跟人学着人要跟人教的物件啦，吼。所以学菜不是跟人学菜，我们马上回来，吼。报道有艺术。今天访问的是黄婉玲老师。黄婉玲老师呢，讲到菜，大家想到是讲。呆菜啦，哈！老师今日讲老呆菜，这是民国三十八年前的菜，哈。哎，迄当阵吼，阿伯根本随身会当记录啦，哈，阿伯网路啦，哈。所以老师是家就是中破筛去呕出来，哈。慢慢啦，按呕出来。慢慢啦，呕。营养者嘛，唔者啊，啥啦？对人来讲，像通心慢，哦，靠降息者通心慢都唔对。因为通心脉是袂使一节一节，爱无断嘞。好安尼哦，是甲你讲啊，他讲出来啦。啊，我拢甲人讲，恁恁做唔对，是安怎？因为吼，我讲恁做唔对，我就爱做啊。哦，我爱做，是安怎？通一节，我咧讲一磨的托，这粘上一节，你后手就无感觉啦。就爱用铁面啊，去面面手，遐想起来。啊！全部通七节，我来爱面七节，我手已经皮破啊！所以别人做无好食，只用我唔敢抗议，啥呐？您继续啦，因为我得靠我爸多食。通过几届，通过两届，一届是阮先生教阮后生，吼，因为话讲一句啥样子，三二得六，吼，啥呐？一因一个人食三节，两个就六啊嘞，啊所以，
我吃。啊，第二件是我妈妈带的姊妹仔搬来。嗯。啊，那边吃是我妈妈的。我小孩，我不要妈妈讲一句，啊，轮培训要到你吃无？哦。我给你煮给你吃无？我不过来呀。哈哈哈！我错啦！我刚刚哇，林老师开讲就趣味的哦，我真正迄搞工个耗时吼，手来破咧吼，人讲一搞我怕袂哀呀，你袂使讲啊，咱爱继续做落去呀，嗯对无？啊，你手破无人插你啊，来讲好食，好食了，大家都无情啊，我后来袂记得啊，啊，艰苦是你艰苦呢。嘿，煮饭诶吼，哎，煮半工，啊，你好食，等下一时啊，就扫扫无去啊吼，好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，无钱无钱，我食了了，啊，我艰苦是艰苦足久咧，所以我过年办桌，办四日了，我着去两日，本来唔知哦，隔日着去度假，哦，心情偌歹个，度无假，啊，这样是去两工创啥，出亏咧，我煮安尼，哈侪日个艰苦，四工个物件我爱。哎，艰苦十天，啊，大家食食拢再见，我再见一句都无啊咧，我辛苦啥，我着艰苦两日吼，心情沉淀了，我还来度假啦，哇，我一当都是休五天。哎，过来要过年啊！大家心情要同理一下。像婉玲老师在讲啊，你讲咱厝的迄煮饭的吼，咱比较好食吼。好食我觉得啦。嘿，啊，唔好一时啊烧了了，讲煮的人起来讲啊，拢无啊，因为烧好食。我大概在遐煮啊，煮的吼，阮兜的，你想我做鸡翅菇啊，真正的出来吼，哇，阮兜的两个食了了。我写怎样呢？我回来拢无啊！本来安尼是要欢喜讲吼，你上官，要艰苦讲，咱无得食。我刚刚老师今天就趣味是讲，伊很在意迄款，就讲大菜内底有就这是足关键的。唔过像我嘛是吼，像讲老师你迄个白菜肉吼，你内底有一个鼻鱼嘛吼。哎，讲真的，公黑冰鱼爱去小可爱改爆过啦哈，爆的时间就将近半点钟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得用较济个啊，啊，爆一爆只欢喜，但是我来讲一个，卖讲我无讲，来怨叹我穿较旧个衫，我你规身躯拢出去搞外了，哦，拢花了了，因为迄规身躯啊胖公公，好拢冰鱼的味啊，冰鱼香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诶，我大概我一概唔知影出嚟，伊几下狗我拢话围起来，我惊一个，我惊害人人家好。所以老师讲，迄、那个主菜内底迄个配料吼，迄、那个配料爱个开，咱就咱一般咱无一定煮一样菜都无三十分呢，你只是要去爆那个配料，冰鱼就花了三十分钟。老台菜无一样紧的啦，吼、哦，就跟你讲吼，就跟你讲，有啊，有样上紧，我跟你讲，什么会？叉鳝鱼，哦，甲叉麻油剂，叉油剂哈，我讲微头到尾两分钟结束，哦，但是一先深呼吸，一盖都袂使扯了拢无啊，安尼哦，啊上紧的就是叉麻油剂啊，麻油油剂，啊甲叉鳝鱼，鳝鱼是两分半。你超贵的小就买车呀。哦。老师你不时间都要算得这么准。啊，我就想要传啊。啊，要传我跟你说，你别学老师傅那阵话，你敢不知道你跟我们解问啊。嗯。他骂我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说，你说这样我也听有。嗯嗯。哦，用肌肉我就量无啊。哦。哦，我就啊，我就头头，我头家，我后生训练来靠重。嗯。我今麦活动，啊，我买啊剩几麦，吼，啊，你盐用几克，无我嘛唔知几克多好，哦，拢爱吃红花，所以要出一本册，其实吼，伊拢食四五届啊，食啊水涨时吼，伊食欢喜个，伊车海出来啊。出车贵点买住嘛吼，哎，下天子，我讲我的编辑吼，上无良心的，你啥物？有诶问题问啊，我讲无遐憨啦，免问啦。伊讲爱，我讲小半年，我蛮正回答你。我老卡坐一下，
取消的。安尼啊，哎，安尼小菜安那搞？哎呀，哎，老师困难呢。老师，因为吼，像我嘛是算啊无底底的啦吼。啊，你要煮吼，你讲你像头拄仔你讲迄、那个，咱讲白菜肉。我家己的，我看到，我看你的车，我错一条诶，我就是会用迄个茶叶粉去代替。白菜哦，迄个并不甘味啊啦。用那个彭大师啊，彭大师的，哎呦，不可以啦，不及格啦。啊，我就看你来底下讲啊，因为咱咧爱逼迄个便宜爱较久嘛，吼。哎，一路听音乐就好啊。好，你看，你有点耐心。对无，卖遐分段，啊，了你啊逼起来了，用个讲啊。这干啊！啊，你袂肯定能尝试，要用会出用啊。哦，都熟成都好食。哦，熟成都好食哈。对啊。嗯。啊，免讲啥，你用落边，用落头食。哦。哎，较济咸菜比流鱼较好食。好、哦，你看，所以老师在讲，哎、欸，伊一个工序哈，伊拢无改，伊拢无改头，伊就是好，那、哦、要完完整整，好、哦、啊，每一个烹开拢要改伊保留啦。就爱讲啦，我也偷过啦，吼、啊偷了吼，师傅就骂啦，吼、啊师傅还用一句话啦，啊家你迄巧哦，还当偷阮早了，偷阮拢较戆哦，要做苦工哦，就是未偷钱啦，啊你偷了你学袂会，你加做几届，尾后我小小卖偷啊听伊个啦，哦卖巧啦听伊个啦，哎赚钱的听伊个。我拢做成功，嗯，哦，所以啊，个是爱照师傅讲诶，一步一步来。所以你啊，看我册，真正一步一步来，我讲啦，教你一步啦，榨菜丸上。诶，榨菜丸吼，诶，以前我妈会讲小菜嘛，嘿，真啊，我你哪唔食切菜吼，都免烦恼，迄一食，无可能甜啦，啊，都盐都盐放足少啦。一点卖盐的，伊就够牛逼啊啦！嗯，系啊，我记细汉看到足济迄个咧炸煮物件，有嘛足济榨菜丸呢？嘿、啊，但是有诶是粉放上济，啊，咱家做当是料啊，唔免放啊济粉啊。嗯，哦，啊无遐济粉，愈啊好食。好、哦，榨菜丸上简单诶，而且当办 party， 叫一群朋友来吼，大家斗倒，倒了你家己拿钱吼，我咧讲做民主诶。哦。老师，你讲讲者好无？要安怎做？我咧讲叫遐，来讲者避免。嗯，你也袂晓做，去啊威风超市，来帮威风超市讲，我爱订一个榨菜丸的这个调理包，伊的爱栽配够啊，你物件爱准备好好，伊独独的淡淡的，真起来啊！哦，我咧想，我这样写做啊，已经做八爪章鱼啊，两切瓜，两跳舞，但是我找的威风超市，哦、我对伊加八格，我讲吼。我都唔敢受气，也唔敢讲啥。来底后卖册，吼，爱当在底下看册，吼，爱当卖材料包，吼，哎，阿姐阿伯在底下卖台菜便当，阿你你看，台菜也都传袂出去，我真正无报啊。伊这威风超市是就很大的超市啦，吼。但是，嘿，反映我的饮食复兴运动。我连年菜嘛老好伊买，啥呐？啊，你看我订啊济嘞，我做着无命呢，所以我也是开始特别在食营养品，吼，营养品买了。我你阿问讲我受伤没？我咧讲嘛没啦，我加我一点八，讲互伊听。嗯。什么？一条铝箔盒、铝箔纸，内底有一支弓，对无？嘿。那我下起来，我灶坑放一支遐，做卫生。怕，哈哈哈！乳酸就无去啊，所以都没带病啦。嗯哼，哦，系啦，这闭关安尼尔啦。做菜吼，哎呦，一边做菜还可以当改物理治疗，真的。物理治疗那个手伸吼，那滚一滚，嗯，好，手给你的卫生啊。嗯哼哼，而且明天还是一条好汉。我为老师做这动作哈，我就知影讲做台菜哈，真正是一个时间耐心哈，而且爱去找着方法啦哈，就是爱去找老师的秘方。我其实我讲，这本好叫安尼做，做袂成功，我讲一句话哈，我无报啊，因为我已经闭关都讲，刚我一点关，全部拢讲尽啦，全部闭关拢无几年。
本台萝卜贵，拢伫个被误解的老台菜来对。我的神主公，我唔知，搞不好会当去卖油饭，会人看这本来卖油饭，卖大锅，卖加几多币，吼，啊卖菜丸，卖菜咯，啥物拢会当去卖啊？红烧鸡上好食，你忙做，互你做来了吼，我你讲忙请人家己食，家己食了，无你会后悔，真够难得到红透。我昨天出门拢是做细声啊，啥嘛？我对面阿问，林太太，啊，你去最近咧做啥？啊，开拢无旁来一个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我有成就感的呢。无啦，不要红对我艰苦啦。哎呦，我还出边对我出现从来没有兴趣。我来阮隔壁啦。哎、欸，亲像迄老师咧讲糖啊、米糕啊，我本来以为吼。嘿，当阿米哥是安尼，嘿安那讲，就是甲伊讲的无同啦，伊是就是哇，被误解了。这当阿米哥好食，使听懂的。我当初袂外编辑，我编辑吼，一翕相中啊，大家讲知，然后两粒互我，一粒我要食，一粒我要倒转去。有好食无？你就知哦。嗯，然后摄影的讲，捞我的分，忙大家忙偷食去。欸、因为老师，你讲当阿米哥上重啊，是迄个油葱，油葱，吼、欸，啊，足简单啦，只叫我咧做吼，卖有小花啦，我咧讲吼，好康，叫内底一步一步做，绝对成功，因为贵啊的吼，外国有人嘛，下过来讲，我唔知，伊要准备要开当阿米哥店啊，因为看这本册，对啊，伊讲伊要开当阿米哥店，问我当阿买倒买，我讲当阿吼。想歹叫人小土，吼、哦！你来找我家己有诶，我袂当互你，吼、哦！我家有诶嘛，二十点尔，啊，我当卖嘛卖二十个尔，嗯哼，哇，哟，哇，已经到了，迄、那个，家己看了，一定是主料真好食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信心都上来了，吼、哦，要开店嘛，哈哈，哎呀，伊就讲我请朋友食，大概大拢无够呢。嗯哼，人叫我开店啊啦，安尼哈，我家己，嗯，好，谢谢。我们今天访问到的黄婉玲老师哈，伊对台菜跟台菜已经是一个正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哈。不过真趣味是，每一个人对台菜解读可能拢无啥相像啊哈。好，我真对，嗯，真正我传到这样时，但还是我的小无，我要我感觉每一个妈妈的味道。还是家己的命，所以我学会的是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，好、啊、所以一步一卡伊慢慢啊行，好，老姐资料落来，一百条你也想买，一张常客啊，没想上侪啊，好，所以今仔日呢，老师是讲讲，其实嘛没想上侪，不过我老师尽力的做了，其实真侪人无做是，因为迄。就古早啊，是讲个大菜中破山，其他已经快失传了，还是以为已经失传去啊？因为对来讲失传，因为想对我来讲想笑的呢，就师傅这样是一百空一回，但已经过旺嘛。好，伊也个大生一百空一回，啊，我给他传，无认真传，是不是真正失传？嗯哼，对。就是我八百万，你去叫我做，我唔做，啊，我就甘愿回失传，想我。啊，这苦我吃不起呀、啊！嗯，对、哦。啊，这了钱了要上久啊啦！嗯嗯嗯，要迄工钱啊！哦，安尼我吃起这苦啊！嗯嗯，我不得已。嗯，所以有的物件随着时间，跟这嘛社会，而且脚步无休想，哈、哦，好、嗯，咱、哦、就为老师已经做诶，老师留落来资料去找咱意见，哈、哦，真正诶，这个大菜滋味啊，哈、哦，好、嗯。哦老师，今天多谢你哈！啊，那想要自己开店哦，要充满信心的去读这本《被误解的老台菜》，黄婉玲老师下来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播个无艺术，上精彩热流，伫 Spotify、Google Podcast、Go Apple Podcast 拢听得到哦。